几天就过年了，我想家家户户都在购买年菜。那我们今天特别来西螺果菜市场，因为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蔬菜的批发中心，尤其云林县我们是最大的这个蔬菜的供应的县市了，所以呢在我们西螺果菜市场这边大概可以看到我们很多的这些蔬菜都在这里拍卖。那我们来特别请示我们蔡董事长，这几天的供货量超过以往，以往大概在800到1000，但是现在来到已经超过1500公吨，所以整个供货量是非常的稳定，而且货源非常的充足了，那价格也非常的合理。所以呢我想过年期间呢大家大鱼大肉之余呢我在这里也呼吁我们多吃蔬菜，多吃纤维质，让我们肠胃多多蠕动，也促进消化，那这样有益身体健康，所以在这里呢特别跟大家呢呼吁了，我们吃鸡吃肉也要有菜感。像这个菜头人们爱做菜头粿，这些菜头现在的进价大概都是在8块至10块左右，比去年啊，去年大概是在13块、14块左右，降了一点，降了一点，但是还是合理的。那我们希望在随着大家年关的靠近啊，在蔬菜的消货量能够多多的增加啊，我们多吃蔬菜。为我们这个所有的农友帮忙啊，也让我们大家在这个营养的均衡上能够得到平衡。祝大家新年快乐！发现刚刚看到都非常的充足了，而且菜质也非常的好。其实这个时候吃菜是最好的时候，我也欢迎大家在过年的时候呢，其实吃一点蔬菜餐也比大鱼大肉还不错啊。所以来一个健康餐，欢迎大家来饮用我们云林的蔬菜。